来，记住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，要快速。哎，怎么？哎，还让你来挑？我们组第一个派出徐星驰出战。来，这是一对一的啊，这有点像田忌赛马，知道吧？好，那我们这边换成一周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剪刀石头布，看谁在里，谁在外。好，我在里面。嗯，好，子杰决定在里面。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好，准备好了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三二一，开始，开始。啊？哎，这已经这是怎么？刚刚发生了什么？不是，我就还没反应过来，就。好，哎，朱子杰，你确定吗？朱子杰，你在狂什么？见好就收吧。我觉得我尊重游戏规则，你们判断。行。子杰说尊重游戏规则。我没法接他这个话。你们 A 组真会很会唠啊。对。啊，没。哦，没事，我就体验装嘛，我左腿大腿边拉伤了这样。啊，一周在给自己找借口了。真的吗？我觉得可以了。哎，子杰，你已经完成使命了。对，不是，你已经完成使命了，你可以换下一个队友了。我们三局两胜，一组一对一。是这样吗？子杰已经，对，没问题啊，好。好，那么刚才一周对子杰是子杰赢了。你这开的也很大哎，你要干嘛？好，我们准备好了。他腿长，这杠杆应该比较强吧？如果要浩明赢了，其实就他们组织直接赢了，对吧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你是在干嘛？演戏吗？《西游记》哈。很快乐哎，来，不能挠痒痒。杨浩明，好惨哦。好凄凉啊，这一幕。然后明像是被那种五指山压着的猴子。好了，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，杨浩明。怎么掰回去？时间到了，那我们浩明就。那我说的下。对，那星驰也完成使命了，替我们队扳回一城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两队是1-1，这就决胜局。决胜局。王嘉晨，好，那我们这组派出的是科尔。哇，这组太吓人了。石头剪刀布啊，你们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。里面。啊，嘉晨选的里面。太紧了。加油啊。对，这个 standby 的姿势是对的。好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决胜局了 ，Some Sugar 的决胜局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再开一点其实就算开了。哇，又合上了。哇哇，克里斯加油。时间到，时间到了，哇，很棒了！什么？你过来说。这个游戏腿不痛，你知道吗？这里痛。
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就是他们比较有力量，就是会用力量核心发力，我们就只好。那我们恭喜 Stop Sugar 的 A 组，恭喜，让我们导演组上奖品。好、哦，好，哦，我们的夜宵，哈，给我留一点，给你留，肯定给你留，给我留一点，给你留一点，凭什么？看罗一舟你在干什么？搞不懂你。好，我们下一组，下组是哪一组？下组是力，嗯，有请我们力的两组，力的 A 组 B 组，派出我们的第一轮对决的选手鼎鼎。叫多名字的时候不用加重音。好，鼎鼎和陈宇根。来，丁丁，陈哥，你背后那个冲字很凄凉，现在看。让一下哥哥。怎么办啊？哥哥，让一下我。轻一点，轻一点。我们组都去过这字。不是我，艾丽，我就帮你消耗10%的体力的，看你了，可以吧，兄弟？他们还给隔壁的组分。但不知道我一直站在这里。对，我知道了，你都知道了，我都没知道。正好你主持，你主持一下。我没有那个心情主持。来了，来我们力组的对决，首先派出的是陈建鼎和陈玉庚，双城。哎，李俊豪，你忘了你在主持吧？我已经忘了，我只看到全程，只看到就你们的队友给你拿了披萨吃，然后我的队友全都在。干嘛不玩了是吗？现在干嘛？好，那我们现在要下一组了，我们下一组是。啊，现在来搞这些，看到导演组的手势。哎啊，现在搞一下，我认真留着。好好好，那也算是知道了。真的有在敬业吗？你知道。好了，快点开始啊！快点开始。那鼎鼎和玉哥，来我们第一组力的对决啊，三局两胜。鼎鼎在外面，不是，你们组的三局两胜。鼎鼎在外面，玉哥在里面。来，30秒，计时。开始。我鼎鼎，哇！鼎鼎，咱们能不能去把这个先做了？顶住！玉哥，你是放弃了吗？毫无悬念。谁赢了？担心玉哥的健康了。谁赢了？谁赢了？鼎鼎赢了。那是必然。又在关注吗？好吃。没有没有，不，鼎鼎已经完成使命了。我们下一组。派一人。下一组谁出战？好，是我们锦瑶跟艾吉扎迪。石头剪刀布。锦瑶在里面，在外面，在外面。你想干嘛？要起飞吗？你要干嘛？